老板。白静，别离开我。老板，你别乱动啊。白静，冷静，冷静。不说话的时候还挺可爱的。可惜到了明天就没了，不然我一定做成表情包群发。白秘书，你真的很让我安心，我不能离开你。这是在夸我。不过，你不要以为和我这么帅的老板一起过节就可以不工作。做梦还这么自恋，睡觉吧。白秘书，我好热啊。哎，撞到人了，长没长眼睛啊你？不好意思，购物车是放商品的，不是载人的。你说什么呢？没事，撞人还有理了是不是？对不起对不起，是我不好意思啊。哎，算了算了。你为什么要跟他们道歉啊？本来就是我撞到别人。回来了，白秘书是吧？总听诗安说起你，来，来，这件衣服啊，我帮你熨一下。金诗安这个妈宝男，这么大了还让妈妈洗衣服。你们先休息，一会儿我去做饭。不用了，不麻烦了，阿姨。麻烦什么呀？应该的。白秘书，随便逛逛，不用客气。这是什么呀？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啊！老板，饭做好了。老板，老板，老板，白秘书，以后记得敲门。老板，这里没有门。吃了。
亮亮的。你怎么了？没事。白秘书，你的嘴上。左边，再往上面一点。老板，你怎么了？明天竞标会的文件还没看完，我先去趟公司。嗯。吃完饭把家里都收拾一下，自己走吧。